那我去报名，我还可以第三名。多加一个谁？不知道，临时报名的。哎，还有谁？那我。你好，哇，看了这个。谁在讲话？是我们李思念。FO 选手 ，FO 选手。那你去报名还可以第三名。临时报。冠亚季。我们男将是今年来的。第一次跑到总务处地图线，哇塞，地图线，地图线，难怪呢会在总务处，哎，地图线没错。第一次跑到礼服店，这个奥选手，哎，不知道我们这个奥选手是哪自于哪里呢？哎，我跟你讲，跑到前三名了。男教师员今年组的选手，哎，是我们100公尺。决赛的另外一个高潮节目，告诉亮光什么？不知道什么时候。等一下，弄拍到什么？晚上即将要进行的是男校学工今年组100公尺决赛，即将要开始啦！第三跑道，黄明和，第四跑道，总务处地面图，地图线，地图线，第五跑道李学燕 ，FO 选手，哇，地图线一马当先，陈明德二马最后 ，FO 选手紧追，有没有超过？哎，我们恭喜我们总务处立足店结果获得我们南教学工今天组100公尺决赛的第一名。有了，但是陈明德选手今年成绩更上一层了，已经晋级了。还大，但是那我们第二名、第三名中的李学燕最高选手，两个小时左右。我们恭喜他们。老师，谢谢。哎，不错。恭喜恭喜，进步了，进步了。谢谢，好，老师，恭喜进步。下一组，哥。